想不想要知道我参与设计的情趣玩具长什么样呢？想不想要了解我使用情趣玩具的真实感受呢？想不想要了解我私底下的生活什么样的呢？那么就快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吧，每个月最低只需要一杯奶茶的钱，你就可以收到测评影片、专属的直播连线、专属的生日祝福等一系列福利哦。快来吧，我的小宝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即将开启会员频道啦。那之所以想要做会员制呢，首先赚钱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。你们都知道我的影片因为题材的关系经常是会被黄标的，所以黄标的话就基本上没有任何收入了。哪怕你们在线上可以看到我有一些影片它高达50万、100万的播放量，但是收益都是少得可怜的。虽然我现在的主题呢是我热爱的内容，所以我可以坚持做下去，但是这种为爱发电的方式肯定是无法持久的。因此为了有更多的创作的动力，推出这样子的会员制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，拜托了。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在线上看到有一些题材跟我类似的 YouTuber， 他们的影片因为经常会被黄标甚至是红标，就导致他的频道整个被删了，多年经营了几十万的粉丝一夜之间就没了。那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的频道上面，我就希望把更加大尺度的影片放到会员制频道这上面去，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不用担心说我在前台的这些频道是会被黄标，也不用担心我的频道会有太大的风险。那对于你们来说也可以更加持久的看到我的内容嘛。那么频道会员具体是什么样的呢？会分成三个等级。第一个等级呢，当你付费成为千老师的好，那么你不仅可以收到未删减的影片的花絮，还有每月一支会员专属的影片，而且我还会优先回复你的留言哦。第二个级别就是千老师帮你这个级别厉害啊，除了以上的福利之外，还可以收到我的生活帖，还有专属的情绪的分享帖，并且如果你有任何的题材要求的话，在时间来得及的情况之下，我会专门为你拍哦。如果以上两个都无法满足你，那么还有第三个，就是千老师的秘密，你将会收到我的专属的语音打铃和每月专属的生日祝福，都是语音的，并且还可以加入专属的 Discord 社群，近距离与我沟通哦。如果大家有订阅过其他频道的会员的话，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上每个月就是一支专属的会员影片，其他福利完全都没有了。在我这里绝对可以让你体验到 VIP 的感觉。而且很多人经常给我留言，就是 YouTube 无法跟我直接沟通嘛，那以后你加入会员频道的话，我就可以跟你直接沟通了，而且肯定是更小范围的。有没有心动呢？现在赶紧开启加入会员频道吧，有机会获得会员专属周边哦。